这边60吧。反正你觉得你可能要被夹的时候，你快点闪一闪。通常你一个人在打的时候，就是等那个等敌人的时机。好，刚刚什么？显卡哦，显卡的声音。哇，那我应该不在这了吧？反正至高就是已经优势了。优势。嗯。好赢。外面还有一组，还有组，对，你有时候可以这样滑跳，然后直接进场，让他们瞄不到你，这样子不会跟他们打。这游戏是一直打架才会变强，好跟不上你的脚步。我看到他 ，Let's go， 可以先塞雷啊。开一个开场优势，我上完之后，然后确定人在了，再丢啊！大到了减68那里，靠我好蠢！我干你啊，完蠢！我丢到你掉的位置，只是没招了。他们是不是会下面？下面。我被那里有两只，站好一点，站住后面。哦，你要死了，帮我补一下。好，还倒地。滑下去，有人去过，快跑！他没有去过，他去了。我先离场，这边有另一组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天哪！他在奋斗。等他们打，我再过去。我现在没电池了，我给你。他们开打了，是吧？破产战。我来了。我这边。后面，抱脚。前四吧，插死了，可以直接换甲，就是你直接把人打死这样。他绕走了，赵老师，你想要补甲的话，我劝是，如果地上有那个盒子可以捡，就直接捡盒子里面。捡盒子里面，对吧、啊？或者你不是有死人吗？打死他那个甲就直接那个可以捡。他那手速要超快的。对啊，要那个练一下，然后就是扔来，然后躲一下，然后他们打，然后继续补这样子。上面有人哦，有腐蚀哦，小心一点。浴室，对，是你不顺，你就可以跳起来。欸、有几级？到了。他们在救了。里面哦，外面，到了，还有血，别对了，用这个绳子绕上楼，然后下楼这样跟他们玩。人来了，你有大吗？不要爬上去，他那个丢地，直接丢地上。哦，他们遇到人，可以跟他们玩一下。他们哪边掉下来？帮我下。
大奖！两个都大奖，这可能还有别组的。有别组。不行。楼上，好像在楼上。那照这样，楼下。这没人了吗？还有，在楼上补一下，在楼上救起来。我哎呦，来了！爆脚！我们头上啊，去哪里？现在真不好打。帮我下烟。底下。这边太难打了，往这边绕吧。现在来不及跑，然后这游戏就是这么刺激，这样才好玩。你看，我们就动不动就要打一大堆人，现在饿了，小心了。就是你知道那种枪就是瞄近，会走路比较慢，就你开镜会走路比较慢，对吧？那种叫注意，就你可能右键瞄一下射完，然后放开，然后狙射这样，在右键狙射这样。嗯，但是这游戏真的很刺激。嗯，我们可以回去打他们。守人应该不会招对，不会，好像腐蚀哦，凑到会缓速。你要确定丢得到再丢，那个狙丢得到太远。他在楼上。应该是从上面这样直接投进去吧，看着。不会，可能会掉下来投到日本。走啊，跑圈吧。在哪？在哪？在这。看我都跟不到，完了，我掉下来了。下烟。他们在圈内，等一下，我们可以压他们。这边。好，帮我压枪先。我大，来，爆！爆炸！老一，我丢大。帮我下烟。哎，他在你后面。好，我来。爆炸！倒了。你现在被你炸死了。好，真假？对，你会被自己东西炸死。我要拿一下。子弹，你有缺子弹吗？我拿好选好了。有人。嗯，我飙到那里，开大了，我压，哦没有，他开走了，他走了一个人，但还有没开大，哦你快喘不过气，干笑，幸好还可以，这游戏就是这么的快速哟，看不到终于在打。要反应很快，要讲一下讲一大堆。我不下烟，好，先射了再试，应该没缺东西吧？没有，我现在就是可以偷一下。走这边，这边可以偷。干，你太快了。你太战了。对啊，没有，我在打。没有打远中距离而已啊。那我要回去做一点东西，有点穷。你这边偷做几个大店啊？如果不够的话，不然那这边出楼海了，走吧。啊，如果这一场，我很失望，如果完了。我要稳打一点，想要四千锤。真假？你要四千锤？我现在三千了。干，那我不能害你哎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慢慢打就。我被打了。我们慢慢刷伤害就好了。等我一下。不用，你小心那边哦，那边也有人。他们都在房子里面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打护甲也有算伤害？有啊。哦，打倒地的也有算伤害。哦，我以为只有打那个真伤的。
把他打爆甲，他爆甲，他爆甲，他爆甲。我先拿一下小电。我干你娘！呜，没事没事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事没事。那个下午不要不要，那边太多了。你可以躲在这边就好了，躲在这边一小点。然后等他们打起来，我们在这边偷凑就好。你看地图，你要在那个圈内。但我觉得我在哪里都好危险，我去找你。哦，你被攻击了。你现在房子。烟有时候要留一点，一人一间房子，很可爱呢。干，早知道换枪，换那个重型。你要 R301 吗？没有，你要 R99 吗？不用不用。还是你有？哦，不用，没关系。哦，这边可以先暂时换另一把枪。激战中，啊，不能做蠢事，所以不然我会失去拿锤子的机会。对啊，我现在什么事都不敢乱来。观察一下，我另一个动作。干，你怎么打？你怎么？老天，我要刷伤害了。你快要了吧？3400。哎，好像后面也有哎。那左边。提醒我换枪啊！那20秒的时候可能就要换，那我们都要往前压的。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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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点，小孩。手榴弹，门被炸掉了。我这样大留着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OMG！ 等我拿 G C 吧，好像伤害不大。是啊，现在人也剩太多了吧？而且挤在这么小，右边有人。操他！靠北啊！不要！铁！我帮你拉血。小心小心！看，我已经躲躲。躲这里，躲这里！我躲超紧绷的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拉凤凰干。而且人好多、哦。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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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。下个烟，下个烟。这边可以躲，这边可以躲，现在还算站。靠北！干，不是吧？看好就好，看好就好，他们都不敢冲啊，他们只敢这样牵制而已。我4000了。好，你就死命打着，我不用那么紧张了。好，我不探头了，不探头了。等一下大家，等一下你可以开打，就是你看那个圈会慢慢锁，等他们打，你打应该好了。对，已经好了。对，等一下，那个圈慢慢锁，给他就是很近的时候，然后等一下你听他们在打，然后你就直接丢打，一定会炸到他们。好。嗯。打比赛，你有清醒吗？清弹给我一点点就好。来来来来，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可以丢。
丢屋顶吗？啊，等，好，先不要。好，可以丢，可以丢了。丢屋顶了，对。啊，我看我摔下来。快！我摔下来，靠背。你有丢吗？有，我丢。啊，有丢就好了。往生，我自己。边境。哇，完了，没了。好吧，算了，至少这个伤害我直接不行。不行啊，这个我们太穷。我让东西又拉我。我们再把我们东西全部都给了。没关系，我是千锤。哇，玩这么久，终于有四千。差点让你晕倒了，让你过呼吸，然后 pass 了位，你是差点刚玩到差点晕倒，你太激烈了。我现在要干嘛？啊，这下人下人，我打不打？呜呼！哎，四千是双锤吗？对啊。